你对国外回来台湾的时阵，是不是捌伫机场看到领检员带检疫犬替大家检查行李的？因的任务是检查违规带入来国内的农产品甲肉类，避免外国动物、食物的入侵。我们要做检查，来这边请先生要做检查，对。尤尔萨拉今年七岁，担任检疫犬已经五年多。大天他最爱做的事情，就是跟领犬员做回声。哇、yeah. wow, ，very good, nice. 我这训练到时就是讲，我的狗仔在学的时阵，可能物件拢较唔知影，啊，我就是爱慢慢啊一个一个教。你看，只有抓箱，按只袋啊，按个盖上迄旅客行李安尼。啊，我会先准备，可能是肉类，也是可能是果子。啊，若是讲我要训练是捧狗，啊，我这内底吼，我就会放捧狗。啊，狗仔过来时阵闻到，伊就会坐落来。啊，我得赶紧给伊饲料，给伊甲伊讲，哦，袂歹哦，你安尼是对的，安尼足厉害，足牛的安尼。啊，伊就会足欢喜，伊就知影讲，哦，原来我来遮闻到捧狗，我得马上坐落来安尼。要训练一只有斑的检疫犬，无遐简单。唔呐，狗仔本身条件爱符合，领犬员培养伊的自信嘛真重要。我建议犬的有三个条件，就是爱使食、爱勇敢、爱健康。拄拄啊熟识的时阵吼，伊较无自信啦。啊，不过我的人就是较阳光一点，啊，我就会常常甲伊鼓励，讲哦，你做了足好诶，啊，足牛诶，啊，慢慢啊，伊的自信啊，就较有。Good girl, yes, good girl。甲狗仔健康顾好，嘛是领犬员逐天爱做诶代志。我的心就变成教练同款吼，啊，甲狗仔训练，啊，伊做工课时阵就袂欠跳。像阮的狗仔会伫输送带遐皮，啊，有当时主人送输送带，像阮跑步机的就先输送带无，啊，就是爱互伊练，啊，嘛是会当锻炼伊的困难。如果若是伊的行李足济，啊，阮狗仔吼会搭起伫皮，啊，搭起皮时阵伊的后腿就爱出来，若是无甲伊好好啊训练吼，伊就较搞受伤啦。微加微加微加嘿，微加微加嘿，安尼还有拉动嘿对。Yes, good job. 下晡时啊，领犬员甲检疫犬准备做伙要去机场执勤。真正这吼穿起来时阵，阮就是要开始做工课啊。阮做工课时阵吼，爱注意就是狗仔安全，这对阮来讲是上重要的，因为吼，嘿。路客足济，足客，有当时阵狗仔若是无小心互咬着啊，是迄拢足危险的。啊，我爱保护阮狗仔安全，我嘛爱顾虑着路客心情，有的人会惊狗啊，我嘛爱足有礼貌，甲伊讲行李检查，啊后壁有狗仔哦，啊请注意安尼。快点。Good job。等一下，我们要到检疫柜台做检查哦。伊弹断就厉害哦，弹断有得偏着，按着一个脚仔遐坐落来，啊，拍开的时阵看到是槟榔，槟榔嘛是水果的一种哦，它嘛袂当炸哦，这得我得爱交互检疫官来处理啊。各家，哎你好，帮我检查哦。为着守护国家的大门，有检疫犬保持专注是真重要的。所以旅客若看到因，尽量卖甲摸、卖甲叫、嘛卖翕相，这是对因上大的帮衬。即卖已经疫情较少啊，俺大家拢爱出国去耍。俺回来的时阵，可能会袂记起啥物物件会当炸，啥物物件袂当炸。啊，阮即卖就是咧负责，就是爱甲阮的国家的大门来守护掉。俺做这个工作真正足欢喜的，因为有一种责任感。啊，若是有拄到旅客，甲阮讲辛苦啊，阮就感觉真正就温暖的啦。